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翔。虎扑11月25日讯，今天前 NBA 球员莱昂德罗巴伯萨接受媒体采访，他谈到了麦克德安东尼出任史蒂夫纳神的助理教练一事。巴伯萨说道，他会让史蒂夫的工作更加轻松，麦克是我效力过的最出色的教练之一，同时他也是进攻方面最强的教练之一，他清楚许多战术，我认为他非常适合凯里、欧文和凯文杜兰特。德安东尼曾在太阳担任巴伯萨和纳神的主帅，根据此前的报道，巴伯萨已经以球员指导教练的身份加入主教练史蒂夫科尔的教练团队。编辑播瓜，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